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格局啊，财之弱杀格，这个格字很重要啊。我们先来看八字，等一下再说这一个格局。八字是己酉丙寅庚申庚辰，庚金出生在春天，寅月寅木当令，地支呢年上是酉金，坐下是申金，时上呢是辰土，庚申一柱非常有利啊。庚辰呢又是癸干，也是很有利，还有年上的这个酉金啊，年上的己酉一柱呢也是土金，对吧？它整一个局啊，除了月令这一柱丙寅呢都是土金啊。虽然说这个庚金不当令，但是因为呢是寅月木比较嫩啊，木嫩金坚，这个金还要更旺一些，以生旺来论，生旺就得用财官了，对吧？有官先论官，这个肯定用丙火嘛。但为什么它能成为财之弱杀格呢？为什么财之弱杀格？格这个字啊，不是随便用的啊。有一些财之弱杀，但不叫格。它这一个呢，因为月令是这个寅木真神财星，而且寅木生出来丙火了啊，可以说丙火就是从寅木里面透出来的。我们前面讲正八格的时候有讲过这一个，对吧？啊，那这一个就是标准的财之弱杀格啊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八字啊。但大运没有走火运啊，有点可惜。如果这八字走火运的话，那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厉害了。因为他这一个局啊，地支没有火，火相对来说弱一点。小时候呢走了一个什么大运呢？乙丑甲子癸亥走了一个水运啊。像这一种啊，它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。就什么呢？我用火，对吧？按理来说是不喜欢水的，不喜欢见水啊，见水把我的火给克了，按理来说不太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呢它天干这里藏了一个玄机啊，有一个己土在里面啊。己土来了，哪怕是癸亥大运啊，哪怕是癸亥大运我也不怕，因为己土能够护卫我丙火。这个也可以叫官清印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己土啊，它还有一个作用，它就去生啊金的。但这个己土呢，它生了己酉金没错，但是己土没有生到庚金啊，庚金可是贴着庚啊，丙火可是贴着庚金的呀，官杀可是贴着庚金的呀。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，这己土没那么快，它反而需要用它的时候啊，它是可以起到作用的。这个癸亥大运透癸水的时候，这己土就能护卫丙火了。它这水运还算是个好运呢，因为地支没有火，地支见水是好事啊，地支见水反而能够泄秀了。那有时候八字啊，我们要围绕它的用神来说是没错，但是也要看它的流通啊结构啊。我记得很早之前的那些章节有讲过这个啊，左右和上下的一个关系，对吧？啊，左右同志啊，上下有情啊。它这一个呢，走甲子大运啊，你看甲木透出来肯定是好事，对吧？生丙火了。子水呢，它也没克到火啊，它反而生寅木去了，它反而得到这个子水的好。那生旺子水十三，对吧？我不就有秀气了嘛啊。所以这个八字学习，它肯定借着这一步大运啊，是肯定变好了啊。因为原局寅申冲啊，冲它的这个喜神呢，冲的也是挺厉害的，是有伤它的秀气的。癸亥运呢，看起来天干透癸水克丙火，地支还是亥水，对吧？啊，让水变旺了克丙火，貌似不好，实际上这一步大运也还不错啊。当然没有火运好，但是也还不错。为什么呢？刚刚说了己土来护卫了一下没事，地支寅木寅亥跨木反而把亥水给泄了，反而让这个火啊它变旺了。因为不管白猫黑猫，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。地支的矛盾在于金克木，我地支来水刚好可以通关啊，对吧？金就不去克木了，反而生水，水再去生木，反而通了这个关啊，反而有这一点的好处。壬戌怎么样呢？啊，壬戌呢两看啊，天干首先见水呢并不好，但是壬水啊影响并不是很大。问题在于什么呢？本来这个戌土来了，对于火来说也有好处，寅戌拱火嘛，对吧？让丙火变旺了。但它这一个局呢有一个特殊的点，酉金和申金加上这个戌土刚好成了一个西方金局啊，所以在壬戌大运上面呢，它算不上好运，它只得到了那么一丢丢的好处，就是让火变旺了一点点，但是快处非常的大。因为戌土来了，申酉戌三会金局，寅申冲得更旺了，把他这个寅木给冲坏了，所以他在这里不好，后面的这个金运呢就更不好了，对不对？
丙辛合把丙火合走，这个庚申运就更糟糕，寅申冲，对吧？后面的大运是比较糟糕的。我们来看一下人师怎么说啊。此兆以熟论之，春金失令，万财生杀，杀作斩生，必要福生一杀啊。就是如果一般人来看，对吧？以熟论之啊，就是以那些庸俗的这个眼光来论的话呢，是吧？说这个春金失令，银木当令啊，带这个火去生，以生弱来论啊，对吧？这就肯定不对啊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金太旺了呀。不知春金失令，地支两逢禄旺，又得辰时应比帮生，弱中变旺。因为他这个局啊，应比有，又得辰时应比，必要有应啊。如果没应的话呢，确实会怕火，但是他这个有应啊，他不怕火啊，对不对？弱中变旺，所谓木嫩金坚，若无丙火则寅木难存，若无寅木呢则丙火无根啊，必要用财自杀，木火两字缺一不可。甲运入半，子运溃水啊，生木啊，子水有个生子成溃水局，对吧？泄秀啊，补品了。癸运呢又有己土当头无咎啊，无咎就是没啥灾。亥运合寅，丙火绝处逢生啊，金尾奏捷啊，这个考取了功名。壬戌支内西方，木火并伤啊，因为天干透了壬水嘛。木火并伤，一主前程，行伤并见，心有结任事成不入啊，走了心有大运就直接完蛋了。说这一个局呢是标准的财资弱杀，但是因为木能金坚金太旺了，他走金运没熬过去啊，不入就是挂掉了。